他们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喝的。太好喝了，这个是，哇，这怎么有什么声音啊？猪哎！猪欸哎，你哪一方面反应快？我觉得我也算是那个协调性的部分很好，就是那个就是有关于动作的反应。好，哎，好柔软。不是啊，哎呦，我没有学过剑，我是说，因为我以前打篮球，我也看摔跤，然后我对身体的构造那个协调性都很好，尤其是我学他打篮球真的很棒。所以打篮球就打就被人家当球在拍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不是啊。所以我在学有关肢体的东西会比较快，比如说学跳街舞，或者说跳街舞，不是跳街舞，不是乱讲啊，比如说跳舞，不是你是乱讲的，对啊，乱讲反应快吧？街舞是要有那个真功夫，但是像比如说一般的舞蹈那种协调律动怎么样？啊，街舞你总要来一点，不要喘，你喘成这样嘞！示范了什么？怎么一次跳一有？刚刚到底是谁 cue 我跳舞的？音乐来，你总要有几个动作让我们觉得你很对。还有厉害的时候，像比如说我学技巧性的东西，比如说我学，不是我们这样叫跳舞叫打人，对不对？脾气不好哎。对，然后那个慢慢讲，慢慢讲，三颗小球那种练习的，我都很快就会。三颗小球，现在可以吗？三颗小球，现在有球吗？有啊，来，那个有点太轻了吧？我觉得三颗小球都很厉害，哎，很强。很像啊！你在讲三小球啊？不是，这不好抓。丢三小球，而且这个道具不是用在这边的。好，这个道具是要说在这边的，我可以用双节棍打到这个球，真的假的？你精准的吗？先来两个，那个阿翔打肚子，打。哎，怎么？有那个，我接不到，是接不太到啊！哎，打到自己，好，那重点是打球啦。哎呦，好，可以丢球了。哎呦，不是，对不起啊，我想，因为这个我们比较不懂。哎，对啊，我们要请教一下，就是说他是皮挡，他一直打到自己是正确的吗？对啊，因为起机啊，因为刚刚来的很临时，又有 Q 我跳街舞，又有说三颗小球，你 confused 的，所以其实我已经是完整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反正我现在丢球给你，然后丢过去，我弄好之后，好来，弄，还有一个是这样，好，等一下，等我，好，你丢，好，往上的。哎，不是要测试到底是不是一般人也打得到，所以康哥来打看看，对啊，说不定你没打球就都会，对不对？对，说不定你就会，但我要离远一点哦，有点危险。哎呀，准备好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么难，假打，假打，这其实蛮难的。这样，这样打开，准备好没有？好，来，预备，好了，好。我紧张。我只是单纯想打你，夹柱子很难。好，好，算，这个厉害了，看不出来，太累了，满身汗。他反应快，但是身体差。可以，我已经满头大汗了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给我睡着就中了。现在身体还在热，所以睡不着。还睡不着。OK， 老板，你要干嘛？今天我们要测试笑点的部分。来，转角，真的转角。第二轮。好，你来我讲。不需要被打。你来我往憋笑战，是挑战者两以轮流上表演，其余挑战者呢，在他们表演的时候不得笑，不得上扬嘴角。你会帮忙念？上扬或喷笑就要被软棒伺候。接下来我是比较替这一组，没有接下来，因为时间已经到。我是他要替我们争一口气啊！替谁啊？就我们。他凭什么代表我们？真的？好吧，那替自己。演艺圈代表来。好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国光夜夜秀，我是主持人曾伯恩。是的，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，总有一个人会跟你长得很像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像是这个宋云华就跟夏雨乔长得很像，还有宋达明跟宋一鸣也长得很像。
哦，他们是双胞胎是不是？那依依跟佩佩，也是双胞胎嘛？其实呢，在我心目中，他们都不是双胞胎，因为真正的双胞胎是这个双胞胎，双胞胎。好的，那么其实呢，大家都说我跟逸翔长得很像，其实这点呢，我要严重声明，逸翔跟我根本就不像嘛。你看看逸翔，他长得那么帅，又有才华，女人缘又那么好，身材又那么好，他怎么可能跟我长得很像呢？但是呢，我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们下面都是一大包。是的，而且我跟你说啊，逸翔哦，他随身都携带蛇，但是呢，我曾伯恩会随身携带蛇吗？有这个可能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今天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是台大外文系的哈，我念外文念那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要用英文来杀死。哇来，哇来，今晚来哦 ，PP 猫吸了坏的 ，call 了 fire snake， 吸了 break call 了 break snake， 台湾 five point snake， galaxy snake， green snake， turtle flower， umbrella snake， have step snake， 拜拜拜拜拜拜 ，OK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隆重的邀请到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，我们欢迎最近非常火红的陈时中部长。部长，不管你是市时中还是逆时中，你是陈总防疫就啊，陈总中防疫就交给我陈时中 ，OK， 欢迎啊，部长好，部长请坐。部长这阵子真的是非常辛苦哦，看到你在这个前线呢，在那边指挥。最近呢，这个防疫啊的措施啊，你有没有什么要教大家的？最主要呢，我觉得民众还是要勤洗手，因为洗手才能那个就抑制一些病菌的发生嘛。是对。那如果你家有洗手乳的话，我觉得建议用洗手乳；如果没有洗手乳的话，我建议你家里有米也可以，米，所以用米就可以洗手。你没听过洗手米吗？洗手米，啊，洗手米，所以就这个，洗手米，这是什么？洗手，了解。逸翔，你怎么当我头？秀低秀高哎，卖看。哦，是是是，兄弟，好好，部长，让我们了解。好，西南麦克贾安吉，好，部长可以了，部长太多了啊。那部长，你要不要教我们一下？譬如说洗手的一些步骤是什么？步骤呢？洗手的步骤。那我可能要请一下现场的对漂亮的女生哦，来试一下。你们正平常洗手都是什么样子？你是不是想要找鬼鬼？对不对？都可以啦，赶快赶快找一个，我都好，那就鬼鬼来示范一下好。好，太好了。然后，谁？你先把手沾湿，先沾湿。这是我，你就示范一下，你平常洗手是怎么样？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哪来的水啊？上了那么多年电视，加油哦！都湿了，弄一点点泡沫出来。Hello， 这不是泡沫好。搓一搓，把它搓一搓嘛。我看一下你洗手的姿势正不正确。真的在看手吗？看啊，部长。哦，没有提醒我，我在没。你以为我看不到是不是？洗手乳。哎呀，小笨蛋，你为什么是这样洗呢？让部长来教你。你一个洗手应该是这样洗。哦。部长，部长，我来给你爱的迫降一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太多了，我觉得太多了。不是，这个洗手很关键，就是我们的指缝很容易，我们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然后很容易卡。什么东西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觉得都很干净，好不好？而且你的手那么脏，不要碰它。哦，没有脏的是你的心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鬼鬼，谢谢鬼鬼，谢谢鬼鬼。好好。好了，那这个部长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？我觉得最近呢，大家都要很小心谨慎，因为这个防疫这疫情还没过去，就希望我们的国人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对，是防疫有什么事情？你们表演很精彩啊 ！OK OK 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对对。好好好，对，好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安。好，那顺利度过这个疫情。谢谢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谢谢伯恩。好，那但是伯恩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来的时候肚子有点什么啦？
不行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刚来的时候肚子有点痛，我就拉了一点点东西，然后我就发现你们这么大的一个节目，里面居然没有卫生纸。没有卫生纸啊！我想要卫生，为什么你这么大的节目卫生纸？我跟你讲，因为刚刚我有先去厕所，所以呢，我不小心借了一点卫生纸，你等我一下。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呢？来，原来是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再次谢谢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国光夜夜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艺术，艺术，对，哇，我不知道很大声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丰年太不尊重一下表演，他也从边走过去，他都没办法，他手都脏脏的，然后没来，不能拿吗？一到十分，几分？六分。哦，为什么笑点呢？我记得前面蛮好笑的。然后我记得，你不负责任，不确定，不确定，能不能讲一个你记得的？好，记得什么什么什么很好笑？陈时中走出来太好笑了。哦，对，他你出来的时候真的太好笑了。但后面他一讲话之后就好笑，一讲话之后不好笑，顺时钟什么顺时钟逆时钟，哦，那一段哦，蛮好笑的。好，八分。好笑点在，我觉得他们应该生气，很自然，很写实。哦，很写实啊，刘露。等一下，很写实。对啊，真的要洗手啊，还有什么米，很多道具。他在停，他就现在有共鸣啦，共鸣。是很多道具，就很写实啊，是不是？就做自己啊，陈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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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晶晶。我只给两分，因为我很生气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刚刚彩排的时候，他们两个还来找我，他说：“哎，晶晶，等一下。”洗手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拜托你啊，帮我们示范洗手？我说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关掉。刚他到那个桥段，我麦都放好了，我想说，哎，我要出去帮忙了。就他说，请问可以找鬼鬼来帮我们吗？你真的是不要生气，走，因为他一放走过晶晶了，招奸点，走晶了，结果跳过去。很合理的选择，很合理的选择。你怎么这样？因为鬼鬼，你说嘛？鬼鬼刚来，刚才看着我们的脸，他没有，他有过来看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决定是他了，见异思迁。只有你在看他好吗？而且你们这个洗手是真的在桥段里面吗？自肥的吧。洗到后面就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要洗的，谁都有啦。原本想我以为在看什么一些奇怪的，原本是顺下去的。原本是你们，他们表演最好笑在哪里？你知道？就是不知道在干嘛。他们两个都有两个人相看有点尴尬，因为周遭有很多声音，你知道？就是对啊，后面走来走去，后面被你刚好。你这个是一个很失败的表演者，对不对？而且任何声音，我跟你讲，天塌下来，我们继续表演。哦，这样不可以受到影响。对，你在后面出超多了啊，很危险喽。什么？拿钱，拿钱，拿钱！对哈，拿钱。上电视上那么久啊。OK， 来，鬼鬼。七分再扣一分，我扣在哪里？扣在哪里？扣在自肥。自肥对，摸了他的手扣分，而且你洗人家还不洗干净，因为要 Q 现场人同乐才会大家都觉得很幸福好笑。好，那个你再跟我讲什么很认真，我吹没有三分，你划水太严重了，他每个都讲一样的三分三分，我觉得只有那个三分，你今天给最低的，没有，他就那个双胞胎那边好笑啊，然后不然就是双胞胎好笑，你是双胞胎受不了。你好，受不了，打击太大，输给食物。一号，你想那个剧本写多久？六个小时。嗯，大的笑点不合理。我昨天写到凌晨四点。你双胞胎，因为我们这个硬只要双胞胎，你发型要不要改这个？这个图版可以做。我穿的格格的。奇怪，其实他放松了就好笑。对，他太没有啦。可是不能这样，因为他是第一个上场，对，紧张。第一个上场其实压力通常是最大，最大，而且分数也给比较。可是问题是，他们两个最后上场怎么压力也那么大？太松了，太松了，两个演到这样。就开始即兴表演，对，看超好笑。然后看着卫生纸说：“我们下次见。”对，后卫的。哎，他卫生纸拿个大奖，他就，好，算了，就你们刚刚最后的结果，你们的结束哦，是两个字，很随便，就是算了。
下次再来，放弃。那个其实还是有设计过的，设计我。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卫生纸，然后再对看。然后再看镜头。哎，表演如果要解释的话，这真的很糟糕。而且是。你厉害，你这个越来越长大。反逻辑拳，讲什么？先正常的，讲什么？不，我乱了，乱掉，乱掉。来，清楚吗？对不对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还有你，还有你，反逻辑拳，你想龙？你在想？反应不过来。刚啊，预备，你先出。好，请开始。剪刀石头布。不，剪刀石头不，不，剪刀石头不，不，剪刀石头不，不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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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慢，慢点，一局玩不好，就那么慢还输，想骗局对呀，是啥？不是中风？大卫啊，他刚刚那么慢哎，骗局，你这中风拳了，不能骗局，那你更慢还输？好，丑一啦，丑一啦，对不对？时间不够，丑一啦。然后时间不够，好了，给他一个丑一。真的吗？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我练很久哎，他这么丑了，再丑一点。OK， 大哥，你这么丑，再也没有丑一哦。啊，你不能说，哎，刚刚他丑一，我也要丑一。好，没有，好不好？预备，那谁先出？你先，我先啊。预备，剪刀石头布开始。剪刀石头布，不，剪刀石头布。不，加上不，都哎不不，哦，变成烂的，没话讲了，出题要出快啊，要立刻的，反应好哎，神反应，神反应啊，我居然输给曲哥，一杯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会那个沉淀，要拉一下，拉一下，让他沉淀。哦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是营养圣品啊。开玩笑，这是我跟你讲，米其林三星的，米其林轮胎的嘛，三星创作的，对，请喝下气。你看，哇，感动，什麼他们这辈子没喝过那么好喝的，太好喝了。这个是，哇，这怎么有猪声音？猪哎，猪哎，猪哎，它恢复原形啊，哎，变回来了，打回原形。现行，猪腰，恭喜我们终于修炼成功，猪腰，再倒刀，猪腰，猪腰，这个很像那个，很像我们以前脚扭到那个中药，中药，它对，你就像吃一只脚没错，会不会这种白蛇会变人？这个尤其对，猪腰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你不要停下来，它会变猪的，会喝完了，是猪精，把鼻子一捏就喝下去。这个快点，接住，快点，人妖，哎呦，好像啊，变形了，你变猪精了。快去拿九齿钉耙，去拿九齿钉耙，因为要交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后置，对不对？猪像一下猪像人，那个苦味，好，什么苦？赶快去配一些饲料，快点。是你可以到后面去了，吃点荤，去吃点荤就没事。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对呀，吃一点你习惯吃的。自己玩，我调皮又捣蛋，下载我。
去哦。